这个张老师就是广泛的性格是突出感到皮肤肿脸厚，一般我们会说像他是扁平性的湿疹或者是一个痒疹，他这个时候就是会一个这个皮肤突出的颗粒来表现。那以上这些其实全部都可以叫做湿疹。现在如果我们用急性跟慢性部分，急性湿疹就是当下疼到说发作急性，会说皮肤非常的疼，非常的痒，甚至组织液会渗出汤汤水水。那这是一个急性的表现。那反过来刚才有提到的就是慢性的湿疹，慢性湿疹通常它就不是以那种湿润或者是汤汤水水的表现，它常常都是一个可能一直反复的搔抓，然后造成它皮肤有点脱皮啊、干裂，甚至抓久了皮肤就是反应性的增生，所以它表现反而是比较干、比较裂、比较厚的样子。然后它表现皮肤的话可能不够，可能会比较黑色、比较一些暗沉，就是最近很多的部分。那至于这中间的，我们会称作是痒疹。